我是吴进兴哈，现在是下午哈3:20左右哈，今天是10月28号，2020年。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哈，台湾哈台北市哈，这条路是快接近总统府哈。现在劳工128主要是政府办案。我们现在是在台大哈，台大学医学院前面这条道路上面休息哈。我们指挥说，主要是在劳保还有劳保平均经济上面哈，在为那些少数的平均经济，而不是在为全民在平均经济。在那个在说为什么劳保哈？为什么劳保到退休的时候钱会越来越少哈？或劳保基金是不是要劳保基金是不是要倒闭哈？我们这边还可以很多被冤枉的台湾劳工哈，工联哈，尤其是像那个联湖劳工哈，联湖劳工哈，麻烦纠察队先把行政的队伍整队好，还有很多的。劳工陆续的进场，但我们先不要动，请先整队。增加，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有过那个，有很多工厂倒闭的工人哈，他们都没有拿到薪资，或者是政府代垫啊，薪资啊，结果他们被起诉哈。我们可以看到主要诉求哈，主要诉求像工资冻涨、内需完蛋哈，这就是反对，就是说马英九政权哈，他们并没有。让工资增加哈，外劳增加，升级完蛋哈，派遣外包，就业完蛋哈，国家进场哈，所以他们这次有外劳政策哈，在劳工上面哈不太有不一样诉求哈，有的认为是本劳外劳哈不可以脱钩，就大家薪资一样哈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混蛋，台湾完蛋哈，政府混蛋，台湾完蛋，这是主诉求。写得非常醒目哈，这由台湾劳工团体哈举的这个旗子哈，用小竹竿旗拳哈，然后淡洗总统府哈，我们照上一首过去就鬼子，这都是工厂工人哈，对，你们再看一下哈，淡洗总统府哈，政府站台湾完蛋哈，哎，多谢多谢，哎好，不看不看。这个我们都看到了。部队队伍我们先不要进场，我们就先往路的旁边。你们可以看到哈，因为这边指挥，除了刚刚有跪的，刚刚解除的指挥哈，跪的人就先在一旁休息，然后我们没跪的人，还有后面的队伍就先让他们进场。刚是哈，六步一走，六步一跪哈，所以他们是非常辛苦哈。可以看到，步行队伍先上人行道。对，我们后面的人要进场了。步行的，刚六步一跪。我们这边看到官场工人哈，官场工人好，官场工人哈，对，好，我们官场工人。所以大家最重要的诉诸团体哈，劳工团体是受害者哈。好，对劳工团体最多啊，他们就是官场工人。我们可以看到怨啊、怒啊、愤啊哈，这些标志哈，还有让一些团体啊，他们要走前面。这个东宁电子员工哈，在官场东宁电子员工哈，都要特别报道一下哈。对。我们就是受难者，还有新力，下面是新力职业公司哈，新力职业公司，这个是官场工人哈，我们这样看过去就可能有一两百人，后面还有一两百人哈，加起来就最起码300-400人哈，这是新力职业公司哈，这官场工人，哦，对对对，新力职业自救队哈，他们来的话当然非常高兴了，大家给他。这个是学生哈，这台大的台大还有其他全市场哈，这样没有关系哈。啊，台南市产业工会哈，这个是学生团体哈，大家在加油哈。对，